晚上工时间2:34，我到而家唔知系突然间听咗啲怪声，唔知边个喺度拉烧定吹笛啊，唔记得咗啦。呢啲声你听到啦，真系唔知听咩到啦。我嗰啲喂呢啲声系基本上好似嗰啲。死了之後去悼念那些音樂，即是每次都是去喪禮的時候都是這些音樂的聲音，好像悼念死者的聲音。佢喺邊度咧？喺邊度傳嚟啲聲？而家話喺屋入邊傳嚟嘅，唔知咩聲呢啲。話即係而家都即係都回誒暖翻少少啦。即係而家23度，即係唔好好似屋嘅成上個禮拜咁樣，即係凍到阿媽唔明，得一朝頭早瞓醒搞成12度，跟住晏晝只係升到14度啫，跟住夜晚又跌翻11度。真係凍到我出唔聲啊！唔係出邊有人過身係嘛？點解？為我如果是過身的，為什麼要在擺喪禮？要做那個 SBA， 那個英文的閱讀記錄呢，還要是嚴重到做個 SBA 做曬所有題目，長題目要喺星期一交，點算呢？星期一交，劉放佢話唔可以抄，一定要自己做。佢話可以靠 Google 嘅。聽日12月16日就係呢、這個，即係去呢個深水埗 FBQ 嘅。跟然之後。最大四，睇先。係咪下面有人喺度拉？係咪有人下面係咪人拉樂器嘅？啲聲有啲似喎，真係，真係，我估應該樂器嚟嘅，即係搞嘅話應該喺殯儀館嗰度搞啊。即係聽人話深水埗 ABQ 9:30之前就去到呢個石硤尾港鐵站。嘅啲嘅私車喺度等，我哋係連同中路去嘅，即係同埋即係同我哋同中路一齊去啊！揾到嘅，喺深水埗舊區考察，駕駛喺上午9:30之前喺石硤尾站私車，而解散就係5:30，解散又喺私車，跟住話費用210蚊。個增值服務費3.4，考察屬於户外活動，參加者請穿著舒適嘅便服服裝或軟足鞋，避免穿著牛仔褲帶備足夠食水及裝備。咩叫避免穿著牛仔褲帶備足夠食水及裝備？即係唔可以帶水啊！
包括防曬、防蚊用品、雨具、雲浪丸及薑糖、檸檬防止暈船。呢啲檸檬、薑糖嗰啲雲浪丸都係刺激個腦部啊嘛。咁啊，心諗去深水埗啊，點解要？但我食過，點解要帶薑糖雲浪丸？嗰度要坐船，參加者必須依照導賞而安排規則，活動中不得擅自離隊。參加者需自備午餐及車資，參加者需帶備筆及記事簿。出發前一日有足夠有食。即係都準備啊！聽日仲要，如果你9:30啦，咁即係你預松少少人出門口，應該係我估坐喺石硖尾，即係轉車，西坐西你美孚站轉車，然之後帶太子轉觀塘線去石硖尾嘅。咁應該我估應該係大約係半個鐘左右啊，我估㗎啦。即係我又可以7:00出門口，基本上我。如果唔係差唔即係星期四，唔係應該星期六開始放暑假嘅，下星期六10月22號，跟然之後即係放假放暑假，即係話聖誕，即係成日都係講呢個聖誕快樂嘅。咁但係講完之後，你又即係話好痛苦，因為好多功課，中文都預言咗有一份嘅作文要做。但是回到聖誕假回來之後就要考試，因為第一學期考試就1月，第二學期考試是6月，即是你都只得兩次考試。不過話聽日呢個深水埗考察，即是話同嗰啲中六比較 happy 嘅，因為中六佢對地理呢家嘢，即係嗰啲 ABQ 嗰啲考察技巧係好熟悉嘅，即係佢哋係題目又好勁。真係好，唔係即係因為佢哋差唔多 DSE， 所以佢真係好熟悉，所以好著數。即係話佢哋識曬，即係我哋乜嘢，即係我哋未係最識嘅。咁佢哋識，咁佢哋真係考 DSE， 佢哋真係最熟。咁但係話俾你聽，其實我哋咧，即係我哋升中六之後，真係都會再去 ABQ， 因為我哋中六都係因為中六去，咁我哋升中六都係去咗一次嘅。
哇！即係我哋中六嗰時就有啲好勁嘅，不過呢啲嘢太早啦，因為我哋升中六係2019年。